了，我正在喂猪哎，那水母在那边的。这龙头水母在哪捞子嘞？我经常拿来抽粪来领菜。你这是不太能。不修好给老家。哦，要得。看，这里面的轴承已经烂成这样了。这个机器拿来的时候就是漏电的，还有轴承是坏的，我也把它拆了。接下来我就开始给它喷装除锈。
这个缝水线是连着的，接下来我就开始下线了。这个机器我花了好久的时间，终于把线给弄好了。接下来我就给它上一个色。所有颜色我都已经上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把它给组装起来。这个是之前坏的轴承，我把它换成新的了。
机器已经装好了，接下来我就试一下看能不能用。接下来我就关键试一下。香菇拿去了吗？我在家是试过的，所以我送来就不用试了。没想到四个爷送我一头猪，今年回家喂了就可以过年。然后这一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